大家好，我是达哥，唔好啦。前尘往事成云烟，萧瑟在如此眼前。就连说过了再见，每一个戏、每一个剧本、每一个角色，你都是需要嘥好多时间，好好地真真正正由最基本的层面，慢慢慢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咁去分析佢、解剖佢，然后去创造一个人物性格，咁你先至会有成功嘅一面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只要我不死，他还没退休，我们还是会合作。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即使输掉一切，也不要输掉微笑。